情哦。没有，其实大家都很热情。这一次这个主题叫什么？简单的一天，对不对？然后，其实我一直在想，我有简单的一天吗？其实生活很少，我觉得我的生活很少有简单的时候。但是这是一个梦想嘛，就是希望自己的生活有一天可以轻松一点。我，但是片刻的，就是你还是会有一些片刻的时间是放空的啊。那个时候，简单的时间，就像现在，就是很简单，什么都不要想嘛，好好听音乐。我也是，什么都不要做，我就好好唱歌。我觉得这个时候我就很珍惜，就只做一件事情。那我想这个主题应该就是这样子吧，就是简单是一个就是理想，然后大家慢慢的去做。那也祝福大家嘛，这样感觉，我觉得祝福大家好像要结束的感觉哦。没有，那接下来我们再唱下一首歌，《今晚天空没有云》。
崭新东方。